必须，反正呢，你要想个规则，把它变成 CSV 就对了。哦啊，这个如果当然你要看这个规，有时候我习惯是把这个 print 的结果复制一下，再放到那个什么呢？记事本加加里面。哎，其实记事本是一个好 partner，为什么？因为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规则，所以你要理出一个规则，什么规则？就是把这全部的换行都变成逗点，然后这个逗点也要符合我要的，就是栏跟栏中间有逗点，最后一个换行，那其他的不需要的通通都把它拿掉。OK，那以前的做法哈，你可能就是什么，在这边先什么，什么取代对不对哈？Ctrl F，然后你就把什么，把这边一个啊，所以有点像是哦，我们以前会在这边做的事情。把它转换成一套程式逻辑，OK，所以也许可以想想看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哈。那请各位试一下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那个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理出一套规则啊。所以你要去观察它换行跟换行有没有什么，因为你如果全部都取代成换行的话，那好像会多很多逗点出来哈。OK，试一下。好，荧幕啊，我按错了，我按到黑屏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爬虫的，这是最后一题。哎，对，你接下来要教的是图像化的。再来就是那个固定会有几个地方可以看到啊，它第一个就是说我把它贴到这里面，我第一个可以想到的。就是先把这些换行全部换成逗点哈，有没有？OK 啊，第二步的话呢，再来思考说我还能做什么。所以第一步的话哈，我就先把它做取代什么 replace。所以这个后面的话呢，我可以把这个地方全部串完之后，再做底下有四个动作，我想到的大概就有四个部分，好，我把它整理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自己把抓下来的东西再分析一下。否则，因为它没有 CSS，它等于没有让你可以分割的地方，所以你要把它转成 CSV 哦，恐怕还是要去看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快转换成你要的那个样子。因为我们需要全部都中间加逗点，最后加一个换行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我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也很好记，就是 replace。这个 replace 有点像你在那个 Word 啦，或者是编辑器里面取代就好了。它取代有几个重点，就第一个，因为这个资料里面哈会有那个千分位的符号，那这个千分位符号我后来发现里面有逗点，啊这个逗点会造成什么？逗点，哎它不就是 CSV 里面逗点，所以会造成混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第一步哈会先怎么样，把这个逗点先把它取代掉，所以哈我为了要取代这个是串接全部串在一起了，再来的话呢用取代把它再放回去。啊，取代放回去的话很简单嘛，哈，s 点 replace，然后呢，把什么呢？把那个逗点先拿掉，第一个。啊，理论上哈，你可以在下面再写下一行，不过因为我为了偷懒啊，哦，偷懒的好，就是说你可以什么，干脆在后面直接第一步做完，后面再点 replace，又可以做第二次取代，在后面再取代，所以这个方法就全部串在一起，你的工作一行就可以取代全部了。这样看起来程式会比较精简啊，不然你也可以把它分很多行，有没有？下一行 s 等于那个 s 点 replace，然后再 s 等于 s，感觉好像这看起来阅读性也不高，好，所以基本上这样写应该可以理解了啊。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清爽的，我看起来比较舒服啊。如果你不舒服的话，你请你自己再去修改啊。所以第二步的话就是怎么样，把换行哈，因为这边有很多的那个换行。把它取代成逗点，所以我就把反斜线 n 取代成逗点。OK，第二步，第三步的话啊，不过你可以先试一下，把这个两个步骤做完之后，看 O 不 OK？哎，你会发现有了，有没有？本来是换行的，现在全部都变成逗点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三个，有没有？就是说呢，每一列跟每一列的后面哈，好像有规则性的都三个，后面就三个，所以哈，理论上我可以怎么样？哎，就是再把什么三个变成什么，变成换行，好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做啊？我就看到这个规则，然后我就把下一个步骤再继续写，下一个步骤写，最后看到的就是我要那样子，那就表示结果 OK 了。好，所以
其实就是这样的方法啦。啊，这个方法我用蛮久，以前写其他语言也大概都这样用，哦，用 Python 也这样用，所以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好跟不好，我是觉得方便，哦，而且也应该很好理解啦。哦 ，OK， 啊，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哈，请欢迎在那个下方留言告诉我。OK 哈，反正这东西是可以讨论的啦。我觉得有更好的方法，你都可以去用，没有关系哈。啊，因为 replace 是真的最直觉，以前 Word 编辑器啦，或者是都有类似的方法，那我们就把它取代。所以三个逗点变成啊，所以三个逗点变成换行，那很简单嘛，把这个复制哈 ，Ctrl 键按住，然后再把它变成三个逗点，这个拿过来，这个两个交换一下，三个逗点啊变成。一个换行 ，OK， 好，啊，不过步骤可能可以再斟酌，啊，如果你觉得那个步骤是不是太多，你可以回去自己试一下，啊，我主要跟各位讲就是我大概是这样做的，哦，哎，有了，有没有？啊，最后还有什么东西，多出来的，感觉好像最后的话还有什么啊？这边有两个逗点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两个逗点怎么样？要变成一个逗点，否则会它会多一个空白栏。那所以两个怎么变成一个？很简单吧，两个变一个，有没有比较接近？两个变一个，好，拿这个来修改好了，这个嘛，复制到后面去，然后两个逗点变成一个逗点，好，试一下，好，有没有？有了，有没有 ？OK 了，很接近了，对哈。啊，最后的话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头尾的那个什么。不，应该是到哪里？应该我最后只需要这边到这边的资料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就是逗点，选择逗点跟最后那个逗点不要，中间的东西我要，前后的东西我不要，那怎么办？你想说，老师那是不是还在一个取代那个吗？我觉得取代一个好像，就其实这边可以用什么？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字串加一个中括弧。告诉他说我从第0123第四个字开始到总长度减一，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，好，这一招我觉得应该比较简单吧， OK， 啊怎么做齁、哦、